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昌，我现在来试吃粉饺，但是因为这边的话是办公室，会吵到其他人，所以我现在要移架了啊！先把一些粉饺移过来，再移架。嗨，我现在已经移来这个茶水间了，这边的话比较不会吵到其他人哦。那我拿个汤匙，好，拿个汤匙。我这汤匙好长，我这个汤匙有点脏哦，不拿它。那我拿这个，好，这里有个汤匙。哦，这边的话有粉饺，我要来试吃粉饺了。这个是我们的邱经理他做的粉饺，啊，试看看好不好吃。OK， 来啊，umami 就是很好吃的意思，真的好好吃哦。不过我觉得它不应该加奶茶，我觉得奶茶会把粉饺的味道给它盖掉。粉饺的话比较适合用茶，好用茶去跟它做搭配。好，奶茶花跟粉饺好像搭不太起来，我个人觉得啦。再吃一个，真的很好吃，超级无敌好吃的，很推荐给各位朋友。